用，有时候部分是用网络报名，但是网络报名以后呢，民众有时候都没有来，哎，造成我们的困扰这样子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都是来现场报名，现场排队，然后领牌，然后一经过那个教练的讲解以后呢，然后才能让民众下水。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，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看看，而且还在这附近而已。我觉得他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玩。好，而且又是免费的哈，而且那个从小这样体验哈，搞不好他以后会爱上这样的运动嘛哈。是啊。